驾驶9号开着车一路高速行驶，到了转弯处直接逆向冲向了对向车道，朝着来车撞上去。 救护车赶到现场，被撞的银色轿车男乘客坐卧在地上，要救护人员赶紧救助驾驶座的女子，因为强力撞击，她人已经晕了过去。急性患者他本来是被夹在车子里面，我们也使用机器把他这个抢救出来。 女驾驶送医之后仍然不治，脸书上涌入朋友不舍留言，原来这名驾驶在南投当地是一名发型师，过去的客人都成了好朋友，有人从高中捡到当兵，更有过去员工称他是干妈，只说好想你，好爱你，还有人要他快快乐乐当一个最美、最会剪头发的天使。 高速撞击让两辆车车头几乎全毁，地上散落车壳，还有机油油渍。这一起车祸意外就发生在南投西南路，肇事的70年次刘姓驾驶酒驾过弯失控撞死人，让一个家庭破碎，留下亲友无限思念。记者黄杰明南投报道。